任天团防狼兄弟受邀参加五月天所主办的超犀利趴十二，22日他们在舞台上演出，志玲姐姐突然现身支持老公，唱到嗨歌还不忘跟着热情摆动，真的太可爱啦！100分，老公刚刚很帅吗？99.9吧，100分。他姐觉得哪里还可以进步？志玲姐姐觉得唱歌最好还是跳舞最帅？谢谢。自从志玲姐姐在节目上说要退出演艺圈，专心在家庭上后，这次久未露面，真的像网传一样，还是很鲜呐、穿着休闲服装，露出大长腿，飘着满满少女感。但究竟是不是真的要退圈？志玲姐姐亲自证实了这个心碎的消息。志玲姐姐，大家都好担心你会不会真的退出啊？听说你最近比较喜欢在家务哎。专心家庭。啊，所以暂时没有出来工作的计划。没有特别新的计划。真的、哦。